那个手感我摸了一下挺舒服的，有点像丝袜的感觉。哎呦我早就穿好了，哎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有我在看你穿搭暴露太久了。晚安大家，拜拜。我看你是疯子吗？开小头了，肯定没开。我要是没开怎么办？没开，我奖励一个亲亲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突然。在拥挤内。我心的方向，在云之内，滚蛋啊！你后天跟妈妈一起去睡你妹。对啊。嗯。你别抠抠啊，阿姨。他骚扰，腿都不他骚扰我。腿。这个 WS 开对了，我想下班了。什么 WS？ 沈翔。所以不能在家里。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嗯。你小心给我扯断，我可是饶不了你。轻轻的。你下播再摸。
干嘛这么冷啊？你是摸着一块冰？摸着像块冰块呢。哇哦！我操！被看到了，我看。你给我调整什么了？缺失的地方，发胶给我。秦哥哥要涂脸啊！不是脸。秦哥哥说他脸起皮了，太干了。来，秦哥哥，让我老婆给你涂。自己来。我涂什么？自己来。然后我刷。这个很好用。薇诺娜的。给你打扮一下，我已经我老婆不用打扮了，她已经很美了。哪像你打扮了都比不上她。对对对，快点塞，慢点。你要擦吗？我不擦，我不擦，我都不擦这些。你给他涂的啥？弱。精华。你让他自己来，你是不行啊！我给他挤啊，他自己没手。我是怕他给我挤多了。我舍不得。好了，快一点！我说了，我发胶干了。你弄啊！你过来。我给你抓了。我给你把那个弄一下。精华，永远做成精华的人蛮难的。你走了。又开始，这样就好多了，不缺失了。好，可以，走，我们厕所去。这些都不能用了。哪个不能用？对啊，那个是坏死了。你先去收拾，十分钟。他们下了吧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。你外卖吧。你的手不要乱摸啊！啊！我去，好聪明啊！早八人马上去给我睡觉啊！哦，下吧。下吧。马上去给我睡觉。因为只有我们早八人才理解早八人的痛苦。今天早八吗？你可以给我画一下吗？这个地方，看我画出来这个地方，然后画，我先讲完，我先讲完，好不好？然后也可以画眼线，画眼睑下至都可以。闭上，我怎么画？闭上，我求求你，闭上。你闭上。不画了。你闭上噻。闭，做正常。把嘴闭上。是，把这种自然放松，对，自然放松。你凑近给大家看看，不是这样看，就是把嘴放松，凑近给大家看。哇哦！等一下。啊，对，雾面的，甜甜的。我互相尝一下。等一下，现在好亮啊，好个气色。你亲脸水干嘛呢？又楚楚可怜，又有点那种勾引的感觉。你勾引谁？我给大家说。那你是想勾引谁？我不想勾引谁啊。那你就说出心里的啦。你确定你想勾引谁吗？我到底要勾引谁？我勾引直播间的各位。你确定勾引他们吗？下播。哎呦，大哥，我给你画一下，快点。
风啊啊啊！好痒啊！啊！你不要呼，好好。咱们直播间的男生宝宝们，咱们也可以像四分钟霸总类型，就是要给老婆用最好，知道吗？老板骚扰我。骚扰你又怎么了？你不就是啊，长得美一点吗？嗯、我还是一个知识女性吧。知识女性又怎么样？嗯、啊，还不是我的女人。好好好，下，我的女人就是要用最好的。好好好好，我的女人，我先给大家讲，我的女人，你就是要用最好的，明白吗？每天化这些妆，就是为了给我看。哦，好。看着我，好好化妆就是为你给你看，这辈子就是为你而生，行不行？可以，那就是。哦，快起来！啊，怎么了？被我迷晕了。